大家好，我是美士，在《心动的瞬间》中饰演的角色是梅微微。今天我来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拍摄现场。我们今天的拍摄内容是游泳馆，那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好，我们前面就是游泳馆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麦思聪在干什么。来，冲哥，来接受一下我们今天记者微微的采访。今天要下水，紧不紧张？还好吧，反正成败都已经定了嘛，临时抱佛脚没什么用。你有学过游泳吗？我没有学过游泳，只有小时候被爸妈扔到河里去过。你是直接扔到底下，然后就是会了？是，那时候是河，还不是泳池。觉得我怎么样？快来夸夸我！这个是什么？微微吗？对啊。当然，你看，看镜头，又可爱，又聪明，又乖巧，当然是我最喜欢的梅微微了。嗯。哇哦，看起来都很专业的样子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拍摄现场。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些游泳相关的一些知识，他们的速度啊之类的，非常的专业。我们的佩佩教练 ，Hello， 打个招呼，我们在录片场的日记。佩佩教练，我们一会儿佩佩教练就要下一场戏。录音老师夸过说我的声音很好听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谢谢录音老师。摄影老师来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，介绍大家都在做些什么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长得好漂亮。好的，笑起来很甜。好的，还有什么？反正他继续，反正他很好，很好，很美。谢谢。这也是我们的陈江源老师，刚哥。对啊，他在躲我，哎，他在躲镜头。哎，小远哥，跟我的片场日记镜头打个招呼。这个是我跟小远哥每天独特的打招呼方式，大家不要见怪。冲哥来了，向正前方向我们走来的是我们的麦思聪同学。当当当，此处自带逆光，慢点慢点。你今天戴隐形镜了吗？你要不要脱掉？我不戴眼镜，我擦也看不见。不是，我怕一会儿戴这个泳镜，它不是会吸住眼睛，戴那个隐形眼镜会不舒服。哇，这眼睛好，有点紧是吗？你要不松？就是有很紧。我是怕你到时候戴隐形眼镜，然后戴这个泳镜会难受。可以吗？我们先单独录一下我们的丁一老师，丁一老师在整理他的泳裤。哎，这是我们现场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拍三位男生下水的一场戏，这个得拍。没关系，再不雅的我都看过了，这个不算什么。啊，对，那太搞笑了。我们的夏瑞老师开始害羞了，你看他很娇羞的捂住了自己的胸口。这有多深啊？不是，你也跳两米了，好吗？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看其他演员在做什么。
大家好，我是在《心动的瞬间》中饰演的是李黛希。然后是薇薇的好闺蜜。是的，我们是好闺蜜。我们接下来在剧中中会有一场戏，十分体现我们两个人的，是我们单独设计的床戏。我想和你赏最美的风景，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和我会陪你到下个世纪，那是多么的幸运。鸡皮疙瘩。好听好听好听，你们的歌后索拉美。别，我错了，干嘛？其实唱歌也很好听，来来一段，我们来来一段，PPAP 河南话的 PPAP， 我想想词儿啊。我有个盆儿，我有个苹果，呵，苹果盆儿。我有个盆儿，我有个大菠萝，呵，大菠萝盆儿，苹果盆儿，大菠萝盆儿，苹果大盆菠萝盆儿。对不起，我要是太可爱了，今天有点嗨。我们现在的快乐源泉，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的男团 F 四。是的，我们今天拍摄的内容就是也是他们的泳池的内容，然后他们平时在现场也特别的搞笑，我们可能接下来会插播一小段他们平时在现场，尤其是刚才在泳池里待机的时候，他们的一些搞笑内容真的太搞笑了。我觉得他们的力气都花在就是没有搞笑上，搞笑上，然后没有拍的时候，然后拍的时候就累得半死就，我不行了，就这种状态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刚刚坐在那边的长椅上，然后再挑，来，薇薇今天电死哪一个？我们是电一见钟情，对，我们要电一见。伸手进去以后，整个泳池都是我跟李黛希了。真的吗？对，这个世界。走，我们现在要去全世界，对。你要保持体力，然后你们一定要保持体力。你们一定要补充体力。我跟你说，你游到顶以后，正式拍的时候，你保持体力，没劲儿了。都是肉体，看的我都不好意思。本周的片场日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。